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庞老师。大家正在观看的是新加坡小思数学经典问题系列视频，讲解中我会尽量还原做题思路，帮助大家提升解题水平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整个系列的第13题，让我们一起来看题。Grace pay $16 for every hour she works。Grace 这个人呢，他每工作一个小时就会得到16元的报酬。If she works 7 hours a day，她每天工作7小时。When how much will she be paid if she works for 30 days？工作了30天，一共得到多少钱？我们可以看到的是，每一个小时是16元。然后我们可以接下来去推导的是，每一天他能收到的钱，因为他每天工作是7个小时，所以说16乘7是112。好了，他一共要工作的是30天，所以我们再把每天的收入乘以三十天，中间是没有休息的啊，这里是并没有去计算他的星期六和星期日的休息日的。那么这里是一个无进位的乘法，2 3 得 6，零去匹配，3 1 得 3，3 1 得 3。最后我们这道题的答案就是3360，3360。